另外，嘉义县议员林淑媛在议会质询时特别关心到民雄乡整体的发展。伊13号在议会质询认为，新开辟的民雄公园，佮完成整修的日式招待所，得爱展开活化。另外，嘛来针对着桃桥设立车头含航太园区，佮铁路高架化的交通建设进度表达关切。对此，经济发展处处长回应，相关的计划拢有依照着进度一步一步伫咧。进行当中，该县议员林淑媛关心民雄再发展，对学童营养再补强，呼吁五等会能提高。不是大吧？这个可以请他们再做一些调整啊，同样是水果类的东西。对对对，因为想说这样的营养是够不够？然后你那个正常的学校好像是700至800的学习。700到900，对，啊、是家长自付嘛？对对。啊，县政府我们没有。一般地区没有，没有哈。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这样是还有厨工，还有一些的滴滴扣扣的费用，这样对学生的影响有够吗？我们嘉义县是不是可以再补助一点，不要让家长的开销这么大，然后。就是说，刚刚有说的出工，还有现金新开辟民雄公园，也是修建历史招待所，等等公开重要，希望能够展开活化。另外，桃桥设立车站以及航太园区、铁路高架化、交通建设等等，民雄的都市发展，配合民雄的一些交通哦，那里住宅啊，公共建设。市区的有什么发展？咱的民雄航太园区嘛，它在今年的12月初哈、哦，就会有动土的，这个大概东侧会来先行动土，由中央来执行，由那个中科院这边来执行。这个民雄的铁路高架化跟车站地区的一个都市计划，现在都配合中央铁道局跟铁路局在进行、哦、那另外现在就是。包括这个民雄的都市计划，现在也是按部就班来处理啊。还有民雄的这个行政园区啊，这边的都市计划现在正在按部就班来处理。警发处长江进伟也回应，相关铁路高架化等重大工程都市计划，目前拢按部就班来进行。谢新是不错，民党改观采访报道。失智症是一种病，不是正常的老化，镜头不来记忆退化，甚至会影响正常生活。譬如讲，代志虽讲虽袂记，无头神，情绪无解稳定，个性变甲较猜忌，物件无去，唔知要安怎找顶顶的镜头。嘉义县失智症合照护模式，提供对体检、早期发现、专程去照护单位一连串的服务。三不五时参加社区的活动，会当预防甲减慢生活功能退化，